一看呢，咱一看这个纹饰就知它是元代的瓷器了，啊，这都是带有代表性的。你一看，哎，一看这花纹，这就是元的啊。做蜡，它细线条呢做海做水波纹，所以它是用粗线条和细线条的组合起来的这种海浪纹，啊，也是很特别的啊。它这个海浪纹呢，比永乐宣德的海水呢，啊，更粗犷一些。哎，粗线条就是一个大雁呢，它衔一根芦苇，这也是元代独一无二的啊。这个我们过去这都是经过集中啊比较总结出来的啊。你看呢，元釉里红有这个花纹，啊，元青花有这个花纹，还有呢。像元瓷州窑啊，它也有画这个画一个大雁衔一个芦苇，这都是元朝瓷器上刚才出现的这个画。再以后呢，是过去孙英州孙老先生给起的名字啊。实际上呢，是应该啊，应该要到瓷器上呢，一般呢它都是连瓣纹，是倒着画的，倒着画的啊。这个连瓣纹呢，盘子碗，一般的来讲，元代的多半它都画八个连瓣，但是大的呢有十二个的，也有不是八个的。你看，罐子呀、瓶啊，它都是一层挨着一层，有时候一个瓶子呢，它能画七八层装饰，啊，这种多层次的装饰呢，是它的一种这个绘画的风格。这是第四点呢，我们在纹饰方面吧，啊，应该注意的。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元青花的造型。元青花的造型啊，它有些个许多造型呢，跟纹饰一样，它也是元代创造出来的新器型，啊，一看这样子，它就是元代的，啊，它是这个代表这个时代啊，时代有代表性的。另外，这时期呢，除了有新造型以外呢，元代呢就开始呢出现了大器，这是宋以前呢比较少见的，就是到了元代以后，这造型呢就是大盘子、大罐、大碗特别多，这是元代大器。这些个大器呢，当时来讲呢，一般的来说呢都是出口瓷啊，都是外销商品。它这都是销往伊斯兰国家的啊，所以它这些器型来讲呢，它都不适合于我们国家这个生活习俗所用的器皿啊，大部分呢都是伊斯兰生活习俗啊所用的东西，所以都是一些大盘子啊，他们就喜欢席地而坐吃抓饭那种习惯了什么的哈，有看些图片这样，所以这种大型的瓷器呢，这是出现。啊，也有小型器，什么高足杯啊，啊仪呀，啊，这个盘盘碗碗的呢也有一些的。我就给大家呢介绍几个呢，这个元代呢比较典型的器型啊，它新出现的新器型。先看呢，这个呢就是八棱器，这个一个葫芦瓶，还有一壶春瓶，啊。这个八棱形状的瓷器呢，是元代开始出现的，创造出来的。这种八棱形的葫芦瓶啊、碧壶春瓶啊，还有直壶啊，这个是元代典型的器型。再有元代的梅瓶，元代的梅瓶啊，应该不是它新创造的啊，这是传统瓷器。但是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和上有什么不同，和下有什么不同。这个梅瓶呢，是从宋代就开始已经大量的烧制了，是吧？定窑梅瓶啊，耀州窑梅瓶啊，啊，磁州窑梅瓶啊，很多了。你看宋代的梅瓶呢，它比这元代的梅瓶啊都是秀梅。有的专家写书呢，宋代的梅瓶都称作为亭亭玉立啊。形容它非常秀美，它的肩膀上不这么圆，到了元代这梅瓶上，它肩膀开始宽出来了，啊，
开始宽了，而且呢这个下边呢收的比较多，肩膀比较宽，比现在你要到永乐宣德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么细，没有这么高了，它比较矮了，底下呢收的不多，它底下呢收的比较少，到了明代初期啊，永乐宣德的梅瓶。所以你要看元代的梅瓶，你看的梅瓶都比较大啊，都比较高大，大圆肩。太小的梅瓶呢，从传世品来看呢还没有见到。这儿呢元代出现了蒜头瓶啊，这个蒜头瓶呢是国内墓葬出土的有这么件东西。另外你看元代的执壶也很新颖，那执壶呢，它这个执壶呢还是在宋代的基础演变起来的，所以到元代的执壶呢它的流啊和柄啊都比较长啊，这是八轮的执壶。这个呢是独一无二的啊，这个凤头龙柄壶，这是扁壶。这个扁壶啊，这是元代遗址出现的，就现在呢在首都博物馆陈列，这是独一无二典型的元代。所以现在呢这个实际上啊，咱们现在这个东西啊现在就两件，这个扁壶，一个呢是首都博物馆的陈列，是元代遗址出土的，另外还有一件呢是前几年呢新疆有一个墓葬出土的。而且呢这个壶啊都是不大，现在咱们新仿的这个龙柄扁壶啊大大小小都有，在北京郊区呢还有一仿这么大一个大龙扁壶，还特意呢也是请我们去给他看，很神秘，包的严实严呢，而且的话很器重。另外呢就是我的朋友说我去还别让大家伙知道，还别让人别人知道，还偷偷的看，还打开了半天才给打开了，这么包装的，哎呀我一看是这么大一个大凤头壶。你首先从造型啊，从质感上，而且还特别沉，所以我觉得呢你一定啊要了解啊，要了解呢这个传世品，它的啊，特别是比较有名的东西啊，我觉得我们学习这个鉴定瓷器吧，你还有特别是有名的东西，你在脑子里应该要有一个概念，因为你要研究时间长呢，因为大家有的也买了好多书是吧？买的书呢，你就是买我们大博物馆出的那本书，都具有代表性的。所以这样你看的书以后呢，你一过一看，哎。这个在哪个博物馆有，在哪个博物馆有，基本上名品的话我们一定要记住，就跟看画似的，那名画你一定要记住哪个博物馆有，真正是它的真品的什么形象。我觉得你掌握这个对我们辨别瓷器来讲也是很有用的啊。这是元代的高足碗，元代的高足碗也是很典型，元代的高足碗它的这个瓣儿吧都有竹节儿，只有很个别的它没竹节儿啊，有一个釉里红的高足碗吧，很个别的少数它没有，大多数高足碗都有竹节儿，而且它这个竹节儿一般的呢还也都比较高一点儿啊，这都是元代的典型器。还有这是元代的大罐，这元代的大罐也经常见到啊，这也是元代开始出现的。这种大罐子呢，这日本呢、土耳其了、咱们中国了好多、这种形象，这都从元代出现的。特别是这种罐子啊，带有两个兽耳。这个呢我是还是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传世品好好的记住，因为仿的东西里面的大罐是最多的，就缠枝牡丹那大罐，大家可能看那个拍卖会也看过，就这个缠枝牡丹的这个大罐啊可是做的太多了，哎，所以现在呢真真假假，实际上真品呢并不是太多，但是相对的来讲啊，有几个博物馆都有，我们有上海博物馆有一个，还有日本博物馆也有两个，
就说这种缠枝牡丹罐啊，我觉得现在新做的呢太多了，而且呢每一个罐子吧它都有一个流传的经过，现在拍卖的啊，大家要很好的自己去研究。这也是元代的典型器啊，你看这个扁平，这个扁壶是大酒壶啊，这个酒壶呢原龙潭窑有，原磁州窑有，原青花有，也有龙潭窑。你看你一看这造型，首先就知道它是元代的。还有玉壶春瓶，元代的玉壶春瓶也很有特色。这元代的玉壶春瓶啊，它的这个肚子呢下垂，它一直呢就垂到足边，这是源于壶春，元代玉壶春特别。它不像明清呢，它有一个圆肚下来以后，还有一个拐弯啊，才到了瓶顶啊。啊，这是元代玉壶春瓶呢，啊，它的特色呢就是肚子比较下垂，胎体也不是很厚重啊，这都比较轻薄的东西，适度吧啊，轻度适度。还有连座器。是元代出现的连座器，一般的连座器，元代的大家要记住，这个元代的瓷器啊，从形体上看，这个连座瓷器还有呢带环的东西，有的耳朵带环，特别是元龙泉了，元青白瓷了，所有这些带环的东西它都是烧接，就烧死了的啊，它都是烧接的环，它是整个跟身上它是粘住的，是不带动弹的，除了那金属环以外啊。你看吧，元龙泉窑带环的或者元青白瓷带环，它都它那环的和身部都是粘烧结合在一块，这个是它时代的特色。这是造型方面呢，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啊。它这个造型也好，纹饰也好呢，作为元代来讲呢，它都很有带有，都有许多呢，它都带有啊，它都有时代的这个代表性啊。我们把这些掌握了呢，对我们鉴别也有好处。第六点呢，就是其他方面的特点呢，也是属于元代比较特殊的，就是釉斑啊。釉斑呢在别的时代瓷器里边呢比较少见，特别是元代的青白釉啊，元代的龙这个青花呀，所以元代的它的罐瓶或是包珠杯的足里边它都有一块釉斑，也是一块也是两块啊。我这个今天带来的这个高足碗里头，它就有釉斑啊。这种釉斑呢，是它元代制作工艺上面的缺点，可以说，也可以说元代制瓷方面呢，它不是很讲究。它为什么出现釉斑呢？它这都是呢，它这瓷器，它在瓷器工艺完成到最后的时候啊，它这一步工序呢很粗糙，不是很讲究，因为它上釉呢，这都是蘸釉了，都是一蘸呢，它通体都有釉了。但你烧之前呢，你必须要把底下的釉呢，你要把它抹掉。那盘子呢也是一样，你都必须要抹掉。但你这抹的过程当中呢，它必定呢，它就要有落下的地方。但是呢，它又碍不着呢，搁窑里头烧，也不影响它烧到，只要它把与在窑里边能够接触的地方抹掉了就可以了。所以呢，往往呢，它有时候抹不干净，就落掉一些的釉，所以就形成了元代的一个特色，成了釉斑啊。所以这个呢是元代瓷器的特点。但这老的釉斑来讲吧，自然形成的这个釉斑呢，它都是很薄，这个釉子啊，很扁扁的，有的时候周围呢还带一点点火石红啊，因为它是个釉子嘛，
它和胎体接触的那个边沿的地方，有时候闪一点，有时候闪一点火石灰，这是老的现象啊，自然。当然，就是我给拉锯一样，它那锯呢不是带刺儿锯，它是两根或者三根那个铁丝啊，拧完了以后跟打钩似的，然后画好了线，刺出的线，一个人呢在那儿蒯这个磨料。是吧？在盆里头有水，有这个金刚砂，磕上磨，然后就外边拉吧。像那个缅甸呢，在这深山老林那大块的玉，它运下来它不好运，它就得把它拉开，是吧？因为那个山路啊，都是牛，都是马帮啊，或者拿大象来驮它。你太重的东西，跟装都没法装，是吧？你几个人都抬不动，那怎么呢？只能把它拉成块，是吧？才能运从山来，是吧？运从矿，所以这砸呢，就用的那砸土。这个砸土就是直径有的一米直径的那个带金刚齿的那个大砸土。首先，先把它大块跟要方的，先它来的比较，这都是用的砸。砸呢，这个。距离面积都比较大，下一根是标，标呢也是用的这个砸陀，这工具是一样。他说的是什么呢？一刀能把它切下来的这叫标。比如说，要做一个大圆，那就是现在是方的，那得把它变成一个，就是慢慢磨点吧，这就用的标了，一下就能把它取下来。第三个就是扣，扣呢，这个工具呢，这砸陀呀，这个形状的呀，要变小了，就叫暂陀。陷入，你要陷在心中的呢，它就是点上了或者甩上一点油也可以，但是呢，它都比较厚实，而且还亮光光的啊。你一看这个釉子就像这斑点就像后来补上去的啊，这也想表现元代的特点嘛啊，所以这个釉斑来讲呢，作为我们看元代瓷器来讲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七点呢，就是火石红和跳刀痕啊，这个火石红和跳刀痕呢。往往呢是我们看瓷器的一个标准，一看一有火石红一有跳刀痕，保证这东西是真的。所以这个观念呢，我们应该也要改变，也要必须你自己要亲自去鉴别啊，因为这个火石红和跳刀痕作为元代瓷器来讲，它不是很普遍的出现啊，就我们看了那么多的传世品来看，这个火石红呢，它有的有啊，有的有，但是呢，它红的比较均匀。有的呢，像我们那元代盘子的底部火石红呢，它这个火石红底的面上呢，它还微微的呢有一点油润的光泽啊。所以老先生过去给我们讲呢，它这个红啊，它是刷的一种釉浆，还刷的一种浆，它含有铁的成分，一烧呢它泛有点红，表面呢微，但是它这层也很薄，你要看老东西啊，它微微呢它带一点光泽，这是呢老的火石红的现象。现在呢你看新房子有一看的大红底，或者红里边要不都再弄点黑，或者再弄点渣子，越看觉得这东西越老。实际上呢，这都是后来人加工的啊，就是为了表现老。所以这个釉红呢，不是这个火石红呢，你也要看感觉啊。另外呢，跳刀痕呢也是工艺上的问题啊，精细的好的瓷器上的呢，它跳刀痕很少啊。一般的来讲的话呢，这个跳刀痕明显出现的时期呢，它是晚明到清初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东西
他这个跳刀痕的现象呢比较突出一点。跳刀痕痕嘛，就是痕迹嘛，是不是？这是痕迹，跳刀痕。我带了一片，你看我带了一片呢，这片呢就是带有跳刀痕的，这是腕立的，啊，腕明的，它是呢从中间的往外四射，就像太阳光似的往外四射，很细腻的这种带胎体上的一种纹，啊，一种胎痕等于是，它是很浅淡的，有时候呢它上了一层釉，你看到带跳刀痕了，这是跳刀痕。有的呢不上釉啊，也有的盘碗，有的时候有的正馅小碗它带有跳刀痕，它是沙底没有上釉的，这种东西呢它都是明末清初的。所以元代来讲呢，它个别现象呢如果制作的时候不留神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出现跳刀痕啊，就是那个高安出土的那里头吧，好像还是哪出土的里头啊，还有那盘子底下它有点跳刀痕，那必须是自然形成的才好啊。最近呢我觉得可能在做假瓷的过程当中啊，它比较注意这点了，可能90年代80年代做的那假的元代的大盘子的底啊，你看它做的那螺旋纹一圈一圈，就跟那螺丝钉的螺旋纹似的，你要用手一摸呢跟那铅板似的啊，它都挡手一层，能有那感觉。有的时候他用那跳刀痕呢，有的时候像那往外四射的也是用刀子拿很深的纹，这都不行啊，这不是传统的工艺上的问题啊，这都是后来人们给它加工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啊，火石红呢我们还要注意。最后一点呢我们就要再说说款式了啊，这个瓷器呢特别青花瓷器呢，我们在鉴别的时候呢很重要一个方面呢也都是款式。这个款式呢，你作为明清官窑瓷器来讲，款式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康熙是康熙款，雍正是雍正款啊，永乐宣德是永乐宣德的款。但是作为元代来讲，到目前来讲我们说的是青花瓷器啊，不是说的地方窑，但在磁州窑里边呢，有些的还也有带攀枝款，带这个纪念款。但是从款式上来看，到目前来讲，就是说全世界的所有这元代瓷器里边，它的真品现在发现了，就是一件至正11年大瓶，现在呢在英国。啊，大威德艺术基金会就这一对儿啊，而且呢，它还是供奉款啊，带有纪念的供奉款。这呢是有两个人呢，一个叫张文进，一个叫张文深啊，有这两个农民吧，他是为了祭祖啊，这个给庙里头呢特别施舍的啊，他定做这么两个瓶子啊。放到庙里头来祭祖先呢，到后来呢就这个瓶子吧经过多少的周转呢啊，后来被古董商呢给弄到英国去了啊，这就这么一对儿有款式。所以现在我们讲呢基本上可以说大部分的都很少带款，因为大盘大罐的这些个比较漂亮的精美的呢，它都是用进口料绘画的呢，这些东西呢它是出口的，属于外销商品，是供应给伊斯兰国家他们生活用的东西，它不可能上面呢你到伊斯兰国家都有上面你写上大元国什么成吉思汗禁用，不可能啊，是不是？所以的话呢，这些个大器啊，我就没有见到过一个带款的啊。最近有人呢也到土耳其去考察，也看了他们仓库的东西，也没有发现带年款的。
这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就是现在呢在这个新的瓷器里边呢，现在出现了大量的带大圆锅款的。但是在你这个瓷州窑里头，不可否定，我们故宫也有大圆锅和大圆多少多少年，瓷州窑里面倒是有带这种款的。所以我们在看瓷器呢，你不能够从一个款一个方面来单独来断定你的瓷器，你必须呢要综合几个方面，花纹啊、色彩啊、纹饰啊，是吧？所以现在呢，因为我们谈到的这个款式呢，所以我呢今天呢还带了一本书啊，为了咱们讲这元代呢，特别给大家呢看一下，就说这是我的这个看法。先这本书呢，我觉得这位先生啊，他是给我寄来的，这是一个香港的朋友啊。这个朋友我觉得他还是非常有研究的水平啊，我觉得他水平很高，而且很有研究能力，他写的引证的东西呢都非常好，而且把元代的这个历史的部分写的都是很好。但是唯一的呢，就是将来如果有机会能见到他的话啊，还是值得要一起探讨的。他这里边呢，他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大元遗珍，叫做元代纪年款瓷器。所以他这本书里边呢，他重要的东西全都带款啊。但我觉得呢，这咱们呢并不是说谁不好，或者说谁不懂，咱们今天呢是为了探讨这元代的问题，咱们今天说不清楚了啊，主要为大家呢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你看这个呢，他写这个大元国是吧，大元国呢至元九年还内府公用。咱们先呢不说它这款式，你就先说它造型、青花、纹饰，它符合不符合咱们刚才讲的那些个特点，是不是？一个青花原料也不对，这纹饰它也不是很典型元代的纹饰，而且它这点呢，它这件东西呢还出雕釉里红一个折枝桃啊，这釉里红呢也很漂亮，但你说这能是真元代的呢？是它叫釉里红。釉里红，釉里红，是不是？所以咱们呢就是说，而且呢，但是他写的我觉得呢非常好。你看这个呢是八棱器，这倒是像元代的。这个呢是大德元年，也是元代的年号啊。你看这件东西，待一会儿咱们再看看幻灯片。这种八棱器是元代的造型，但是这个东西，这个真品呢是在土耳其呢，在国外呢，咱们国内还没有，就这种罐子。真品有吗？没有，所以我们到目前没有发现，这都是在国外的。而且这个它这个造型呢，你要看惯了的话，它这造型也不太美，这地方太短，是不是？哎，它造型呢也不美，也不是圆满。另外这青花颜色呢，它很鲜艳，纹饰你看它都是元代的纹饰，但你就要看它，这要看东西是吧？看原料是不是像咱们所讲的原料的。所以他这本书里面呢，他所有引证的，你要看这个呢，它更不像元代风格，但是它龙啊是看像龙，他写元太定三年，起码咱看这个罐儿，你看这个罐儿也不像像个元代，是不是？但是呢，我觉得呢，它这个给人的感觉啊，看这图，它得有点像清代瓷器的意思，是不是？哎，它从纹饰啊各方面它画法，哎，像清代纹饰意思。但实际上啊，这个光感呢，你要看这光感和老瓷器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老瓷器的光感它绝不这么的有瓷密。所以它这里边呢，这个我不可能当去私人收藏啊。所以这元代瓷器里面呢，
还有一本书，这个不知大家看到没有，叫做《元代遗珍》，是内蒙人民出版社出的。那个人的话，他那一本书呢，也是那么跟我那本元代瓷器基本上也是那么厚。我那定价600，他也定价600。哎，他叫元瓷新鉴。他那个因为太重了，我就没法拿着今天的东西，太重了。他那本书呢，80%都是现代新鉴。我拿来，我相信你们大家一看也都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有好多吧，都是他自己收藏的，但是他写的也很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前两天有一个杂志，啊，有一个杂志呢就提到呢，现在鉴定当中的一种误区，就是他的意思呢，就觉得我们认为不对的东西，就是现在新创造发明新出来的东西，你没见过的不见得就不对，你没见过就把我们都抹杀了，说是假的。我觉得就是说呢，刚才我一开始就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鉴定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经验呢，是经过多少年老一辈几代人总结出来的啊，他不是说凭空一句话就可以给你否定了，说你这个不对，不是很轻易否定的，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是不是？他认为我们现在认为你这东西啊，因为老的没有带，老东西没有带款的，你现在出现带款的了，你没见过，不见得它就不对。他现在呢，认为这是鉴定中的一个误区，我们说的不对呢是有根据的。啊，所以我想呢，哎，完了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说呢，结合着发表的资料和标本吧，给大家呢，这元青花的这个新旧的这个对比上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我现在今上午就讲了，你看它都是灰色调的啊，开体这都是短的盘了，比较，这还有一个花盆啊。这也是元代的，这是进口料，国产料。那这是国产料，哎，这发灰的呢，这都国产料。国产料一般的都是咱们墓葬出土，啊，都是墓葬里头出土的，国内的大部分都墓葬出土，传世很少。哎，这些个漂亮的、比较浓重的，这个都是大罐子、大盘子，这都是基本上的都是外销商品。这高足碗呢，刚让看，这也是墓葬出的，你看里头都有釉斑。啊，因为大罐大盘底釉斑都不好找，哎，这个釉斑呢，刚才怎么形成的？刚才已经大家说了，只有釉斑的有吗？原厂的有啊，也有，不见得都有，但是也有。没有，我想说地上有没有混合料的那种原厂？元朝还有没有混合料？宣德有混合料。您说的这个墓葬出土，它这个墓葬一般是什么级别的？很普通的吧。比较普通的，真正查出来他们才几个月，有一个是研究6年的，但也没查出那人是谁。这个元代的呢，就是说这青花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原料，就是我就给大家带了点，因为昨天正好我跟他们也借了点，我说我明天也用两年了。所以这里头呢，因为也有明代早期、中期、晚期。你看这个呢是永乐宣德的，啊，这永乐宣德的，你看它这是进口原料，这掺点这掺点国产料，你看它这进口料，永乐宣德的呢，它和元代呢就不一样，都是同样是进口料，但是呢它这个是苏尼伯青，这个呢到底是哪个不知道，这个苏尼伯青呢它和这个色调不一样。这个显得更深沉一些的，像永乐的，而且它的斑点呢也是褐色斑点，但是它斑点呢比这斑点比较深，啊，从手感上来讲，永乐的瓷器到明初来讲的话，它比洪武和元更精细，啊，都非常精细，它以时代的因为时代的这个。演变嘛，啊，到永乐宣德了，这个是宣德的一个盘子，啊，这很典型的，就里外放花的啊，这是宣德的永乐的。刚
刚才有一个先生呢说这个成化和正德，永德先生咱是没有空白期的啊，没拿呢。然后呢就成化弘治正德了，成化弘治正德呢应该算一段，你要是明代清化来讲可以分作几段，一个是洪武啊，它比较独特，明代初期洪武，然后永德宣德是有宋一国清的，成化弘治正德这三个是一段，是用国产料啊，一个是江西的平等清，一个呢是江西的那个文英子哈。你看它这个国产料都是青灰色，刚才有一些人说呢这怎么区别，你看这正德的它两个，一个呢都是青花料，成化的比较浅淡淡雅啊，正德呢比成化呢又比较浓重一点，它都是国产料，但是国产料跟国产料也不一样。再有呢这两个釉面不一样，成化的釉面呢它比较光润，它这釉面它比较肥润，过去老先生跟我们讲呢说它这成化的釉面呢像那个就像咱们那个猪皮似的啊，它带有油润的光泽，很油润哎，但是它这正德的光润呢和这油润有点区别了。我那天小王给我打一电话说没有人来讲课了，后来我就给他提个建议，我说要不然你让大家去看看那个德国的那个有个拍卖公司的展览，看了，你去了吧？你看这里头有一个正德的盘子，你看这个龙川花，那个盘子就龙川花呢，你看实际上这跟这盘子差不多，这可能是个碗，你看它的色调多一样啊，那是正统官窑，哎，那个釉面你看跟它这釉的都很好，那是过说是在法国哪儿的那个私人收藏的。然后来我说我今天你看看那个吧，啊，那个其实那个展览那都是老瓷器，哎，有节目的。这成化呢？明中期就是国产料啊，比较淡雅的特色。到了后来呢，你看，它就用了回青了。你看色调马上就改变了，是不是？哎，它就是这是回青，回青的颜色呢，它有点偏红，啊，有点红的感觉。所以你要看嘉靖完了，就像你那，如果你要看五彩。那你首先看它青，它用青花和色彩组合起来的纹饰，所以那你首先呢，你要看青花，看青花是不是像明朝万历的青花？你看青花都不对，那别的色彩就不可能了，因为这个青花它都是釉下彩在胎上画的，所以的话，这个也是一个你判断年代的一个技巧啊。你看嘉靖万历的色彩多好，所以这青花呢，你就注重原料。它一个时期和一个时期不一样，你先是看原料就能够断出它带。你看这是乾隆的那个尊，啊，这典型的，刚才好几个人都看都认了啊。我觉得大家你们还有人都挺有经验的啊。这上面有好多点的，都是人工点的，这个是很标准的，很标准的乾隆青花。这个呢，两个康熙，你看康熙的它是用云南的猪明料。这云南的猪明料啊，特别漂亮，啊，也很沉着，啊，而且呢，它这种原料的特别适合画山水儿，特别你看康熙大放水瓶啊什么那些，它呢很有立体感，啊，它用皴法绘画，像那国画技巧来绘画用这青花，那很不容易的，那个青花画多好，而且你们看这个跟玉石似的，是不是？虽然它是康熙，你看这虽然是圆，但是你看它釉的质感都非常坚实，是不是？这都老瓷器特点。你要再看，你看这个嘉靖这个，你看是不是也特别坚实？你看这釉面，咱们现在因为没有新瓷器，现在就这一块儿。刚才那人说对了，没敢说，因为大家都在那儿呢。见过，哎，这个是新的，可是你看这个釉面它就软，你看这白的。它就显得软，不知这个你们必须自己呀、啊，要想咱们研究这喜欢这收藏这，你必须要研究，必须得有悟性。你要没悟性的话，我觉得学这东西就比较慢。
你要只要一有了悟性啊，你起码你要是到哪看中，你要是想买的话吧，你起码买一旧的，甭管它什么年代，它不至于新。因为你首先你必须把这新旧的感觉自己得悟出来啊。你看这个，这你要用放大镜看这个，你要用看，你要看这个青花的话，它一点没有那种下沉的那种感觉吧，而且乱乎乎的，又一点都不会很清澈。你要看这个青花，你用放大镜看，它都非常透亮啊。所以这个呢，你看这胎里边，它用这黄土啊，主要就是为了好像出土。你要仔细看它断面吧，很细腻。你要拿这个细腻，你来比元代的胎，它不一样。你拿这个，你再比明代的，啊，比这个嘉靖万历胎后的，一般都是嘉靖万历的多了。它胎体的话吧，它都比老瓷器细腻，就这个胎子，这是现在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看没有？从原料上看吧，你看一个时代吧，它一个样子啊，它就是你掌握了这个的话呢，就是非常好看。你看这有一个碗吧，这没有，这个呢，他们告诉我，这他们告诉我是平安大道修平安大道时候建的这么一个，但是我觉得还挺好，这也是属于明中期的。你看它有点接近成化的意思，是不是？是不是有点接近成化的意思？它右边吧也比较光润哈，哎，而且比较淡雅。它这纹饰看起来呢还是挺属于一看着就像，起码你一看这是明代的东西，不会是清代的这风格。啊，刚才有一个先生呢问这个跳刀痕，说什么叫跳刀痕？那怎么形成的？这个跳刀痕呢？做瓷器，古代做瓷器呢，咱们也看过，它有一个辘轳，有一个带轮子的一个车，是吧？你脚一踩呢，它轮子都转了中心。做瓷器的时候，你把这泥呀、都经过淘炼呐、弄洗以后呢，哎，然后呢，做好了胎泥以后呢，把它搁到机器上了。你脚一蹬呢，底一转呢，你自己就拉。你愿意要它什么形状呢，就拉成什么形状了。跳刀痕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最后呢，它你这东西啊，觉得拉的差不多，哎，已经合适了，基本上满意了。在这最后呢，它的轮子它要慢慢的停下，有的停的好呢，它底下不漏纹；如果停的不好，它慢慢，它就是慢，就是这个最后这轮子要将近要停下来，就有点发抖。它一抖呢，它这是轮子那抖的那个印儿，这叫做跳刀痕。它那个轮子上不有刀吗？所以的话，它有的时候就像叫做跳刀痕。它是胎泥啊，那个轮子将要停的时候啊，一发抖呢，它就是一发抖呢，它不就是有那印儿吗？这跳刀痕，其实这个东西的话，都是明末清初才比较多见。嗯，所以你要看，大刀子痕或是大漩涡痕，很浓、很深的皱纹，也都像你一摸像拖板似的那能的，那根本就不是老。这种笔的有没有？我看也有不带釉的。我不带釉的。如果不带釉的，有的时候也是这种软四色浅浅的、浅浅的，像光似的。对，老师，我刚说他姐夫说萝卜纹底是什么样子的？布纹呢是，万历到清初，特别是康熙，往往有这种布纹，就是它器物的这底部啊。它这个底部就胎子，做胎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拿的可能怕沾手似的，它有的垫一块布，这个垫布呢托这个胎呢，